肾肿瘤最佳治疗方法。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鹏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。肾肿瘤一旦发现的话呢，主要的治疗方法还是手术。医生只要认为能切下来的这种病灶，都要尽量的去做手术，因为这个肾癌呢，对放疗和化疗都不太敏感。所以如果不用手术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呢，可以讲其他的治疗方式相对来说呢，这个效果都不会特别好。那么现在有一部分病人呢，就是经过手术治疗以后呢，这个定期复查也会发现，可能有一部分病人就会发现有这个局部或者远处转移的征象。对于这部分病人呢，我们可以采取我刚刚讲的靶向治疗的手段啊。那么临床上现在常用的像这个舒尼替尼啊、索拉菲尼这种药应用都比较广泛，那么很大一部分病人呢也得到了良好的治疗，能延缓病人的生命，提高生活质量。